野生淮山药，健脾养胃。淮山又称山药，一般有益气养阴、补脾肺肾、固精止带功用，对无脾胃虚弱、倦怠无力、食欲不振、久泻久痢、肺气虚燥、下肢萎弱、消渴尿频、带下白浊等指状有很好的治疗作用。淮山含有淀粉酶、多酚氧化酶等物质，有利于脾胃消化吸收功能，是益胃平补脾胃的药食两用之品，不论脾阳亏或胃阴虚皆可食用。另外一条啦，健脾养胃啊，三淮山健脾养胃。那个杵我这个，那它的根到底在哪里？上次我们挖那个，就是而已，同样一个洞要一年了。江港中一起是保卫国家，风吹雨打都不怕。一个洞大概有两公斤，这个三淮山。所以下面愿妈妈健康长寿，至少知道问题了吗？回到清宫是再回家。再来看望好淮山出土，老淮山又出土了。这个可能呢，在水下面呢，可能都是有毒哦。没毒啊，毒给我吃。哈哈哈我来中毒。哎，我以前很多那个屁啊，放屁啊，我吃了这个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就是我脾胃不好吗？那脾胃不好就很多那个气吗？因为吃了这个啊，脾胃哇，那个黏黏的是什么水？抽的，这就是这个，不是啊，它的字啊，腐烂了、它就是下面有水吗？有水，它又出不来吗？不过也是靠这个水来吸脏气的哦。好，下面要靠这个。这个真的不简单，要吃山的淮山真的不简单啊！三淮山两公斤，够吃五六餐，吃了包你肠胃健脾，健脾健脾养胃养胃，从此不再乱放屁。